博近年将演艺事业重心转往大陆发展，他平时除了会在社群分享工作近况，偶尔也会晒出私底下生活点滴。日前他就曾经在 IG 分享一张和杨丞琳及王心凌等好友一起相约外出聚会的合照，一群大咖明星聚会的照片曝光后，在网上掀起不小讨论度。另外他当时留着胡子的酷帅模样也引起粉丝热议，最近他则是分享一张独照，只见他已经将脸上的胡子刮干净，特别是他的脸蛋比起过去看起来明显变瘦许多。他一发文写下久违的下颚线，照片一出许多网友也惊呼他瘦好多，还有人觉得变瘦的他看起来和周汤豪好像，留言直呼看到照片顿时觉得潘玮柏和周汤豪整个分不清楚啊。Bye.